不让我脱逃，居然把所有教学工具全都收走了。这招叫做釜底抽薪，老师你还是乖乖下课吧。想得美，快来！居然用虚拟投影来上课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无中生有？没错，你好，我是脱掉了。我把下节课的老师提前请过了，看你还敢不敢脱逃。统一叫借刀杀人，不过我早就偷偷在课表，上节课也是我的。这招偷梁换柱玩的溜啊，但是我已经报告给校长了。杰西卡老师，您的摆课表是违反校规的。对不起校长，我错了。马上来办公室试做第一次检验。原来是用机器做的假声仪，险些被你们骗了。真可惜，这招调虎离山差一点就成功了。这下谁也别想下课了，一直拖到放学吧。老师，您上了这么久的课，实在是太辛苦了，快坐下歇着吧。还是哈小赖给我心疼老师。又一层刀，这椅子有问题。没错，这是专门给你打造的隐形护奏椅，你慢慢歇，我们下课了。